啊，其实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有提名，然后就是第一次提名，然后有三个的提名，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鼓励的事情，所以有提名我已经觉得很开心了。有没有边个觉得你特别啊，其实我特别想跟就是学士学费的女生们一起揽这个奖，因为我觉得跟他们一起工作其实很开心的，所以想我觉得跟他一起他跟他们一起去拿那个最届主持的话就很有意义。啊，其实这个角色都好想问心啊，你这个角色其实我刚就是收到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机场特警那边安安其实一个很讨厌的角色，所以我当初是很担心的，但是没想到就是这播出以后，就是观众不但没有讨厌他，反而就是很喜欢安安，所以我就觉得很谢谢大家的支持。会不会以后再有类似的角色啊？怕自己谂歪咗。啊，我觉得就是那一次，就是经过上一次的经验以后，我就觉得其实不用太担心。我觉得反而就是怎么去专注，怎么去做好功课，就是把那个角色演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